你说中国除了宣纸，还有多少种这个手工传统手工纸？难以计数，就算现在也是难以计数。地方都有它自己的。哦，文涛老师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就是在国内，我基本上所有地方都跑过了。就是我之前是喜欢背包游，但后面就背包游顺便防纸，到后面是防纸顺便背包游，所以我只去有纸的地方。那么其实就我从内蒙古和公鸡头那片没有去，他们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那边没纸。嗯，对。然后但我看到一些比较好的现象，就是在西藏地区啊，原来就是有手工纸的地方比较少，现在在318沿线有出现了很多纸，我打算什么时候再把318走一遍。318国道。对对对。你自己一个人吗？有时候是一两个人，两个人左右，因为那边就包车。不安全吗？不是不安全，包车我费用太高了，我承担不了。他们说你曾经被一个什么大车给扔到半路上，对，山西的时候。他为什么把你扔半路上？因为我需要赶时间，虽然是我是到正规的那种，就是中巴车客运站去坐的，但他那边我不知道为什么道理，他沿路就是拉客。然后甚至他们那个车的司机就是夫妻搭档嘛，他们甚至在半路上买山核，就买核桃，司机去买核桃。嗯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等，结果一个半小时没有开出临汾，那我到另外一个点，然后再换车到庆元去看手工纸，我时间就来不及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，因为我脾气有点大，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。结果那个司机说：“来，我教你半路怎么拦车。”我是怎么拦车？因为我人生地不熟嘛。他们就在那对面按喇叭。对面有一辆庆元的车，他把它按停、按停了以后，那因为你知道车子有速度的，他听到他喇叭声在踩刹车的话，出去了几百米。山西地区国道上什么车最多？运煤的车最多、对不对？然后又是傍晚，天都暗了。然后那天我背了一个60升的大背包，然后手上挎着一个绿色小包，脖子上套六十升、然后手上挎了一个小背包，脖子上套了个相机，就是。连蹦带跑的就往那辆车冲过去，然后我听到那个压车的人说没有人啊，就没有人、那就开车 吧。我吓死了，我说我就拼命喊，我说有人有人有人，结果我跨上车，那个车的台阶都很高，然后那个包太重了，我一口气没憋上来，就整个人往后倒，然后那个压车人是拽着我的包带把我拎上去的，结果上去以后我特别害怕，因为上面全部都是男的，是那种煤矿里就可能刚工人下班的那种男矿工下班。那、你说一个单身的女的，然后看到几个黑乎乎的，对，坐在那边，我就特别紧张，就紧张到那个就是那个司机和押车的师傅都看出来了，然后他们也挺好，他们说没事没事的，不要紧的，我们是正规的车，然后就把我安排在押车的师傅旁边，但我一直就拎着心坐在那边嘛。就一直坐在那边，所以到底有多爱纸这件事情，才让你会去做这样子的？非常热爱，你是浙江图书馆的，我是浙江图书馆的公众古籍修复师，对。那这不是单位？不，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，我喜欢，然后我就一直坚持去做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是攒假期，然后去做这些。然后我家里对我特别支持嘛，然后他们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个古籍方面的？我是馆二代，我爸爸是图书馆。我先生呢是大学老师，那他对他的年龄也比我大蛮多的，所以他对我特别支持，我想做什么都 OK， 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。那在之前我接触古籍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逛街啊玩啊什么的，然后等到我从事古籍了，那我对纸突然很感兴趣，我说我要去防纸，我要出去，他从来不阻拦，他不跟我一起去，但他从来也不阻拦。然后我在家里我是从来不交家用的，所有的钱我都用来买纸，多好。然后我去外面防纸。你说你现在家里有多少种纸？你我家里好多种，我都数不清楚，因为我太多了，就我都没有时间去整理。那你都我不写，我不会写。我也是想问这个。对，我不会写。为什么喜欢纸？因为我做古籍修复这个工对我工作跟我工作相关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然的亲近感。就看到它以后我就开心。我就刚才说，对，我就觉得中国人跟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有一种亲近感。对，摸着这个纸啊，我们觉得这个就特别中国。然后我对中国传统的老物件，我都有种天然亲近感，而且我们说观风望气那种气息。然后像我脖子上戴的就是那种太爷西亚的项链。他们说是2500年前的，哇，那是释迦牟尼时代啊！我不知道，但他们跟我说，因为我这个没有去研究，我就是喜欢看到好看。而且你们去看这种老的物件，放在很多时候它永远都不会过时，甚至有一些
很时尚那种感觉，给你，你没有觉得它是落后的，对吧？就是它甚至很时尚，很洋气。你到处找纸都是哪里得到的信息呢？就什么地方有手工？就是有些时候看资料，然后我们有这样的圈子，然后我先跟他们联系，然后我自己再去。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成几何倍数的爆发，就人家都会来找你。我看了那个国家图书馆那个张志清馆长，对对对，张志清馆长给你写的那个序，对对对，序，哎，他里边提到一个，他说达罗斯战役是西指东传的一个什么，对，第一个跳跃，第一个我都没听说过什么。塔罗斯战役就是唐代后期，唐代后期的时候呢，就是阿拉伯国不阿拉对现在阿拉伯国家在新疆那一带呢，发生了跟唐军发生了一次战役，这次战役呢是唐军失败的。然后打败了以后呢，他当时有10000多名，将近20000名俘虏被带到了阿拉伯国家，因为当时的士兵他都是征集来的嘛，那有很多手工艺者。那么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批俘虏当中有那个会造纸的匠人，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这次战役失败以后，阿拉伯国家的后面一年出现了第一家纸坊。第一座手工纸坊。对对。就是东纸西传。对，东纸西传。丝绸之路还有个名称你们知不知道？纸张之路。纸张之路。对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很多纸张，也叫纸张之路。其实因为新疆地区它比较干燥，它很保存很多东西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时代不同的手工纸，新疆是很值得一去的。如果没有造纸术，如果没有纸文明，世界文明根本不是今天这个，不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自己那天还恍然意识到，其实还有一点，中国人呢也是复制技术的先行者，中国的宝贝，中国艺术的这个精粹有一个特点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它的影子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是用我们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，就是冯承素那个双钩嘛，把纸蒙在上面，双钩笔法，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复制技术。原技、真技，大多都没有了，都是复制摹本。还好有复制，都是摹本。然后呢，中国还有一个什么复制技术啊？就是刻碑，刻在碑上，刻碑上石，然后拓片，就刻在枣木板上。刻在枣木板上，然后再在上面拓，一直到最后雕版印刷，这个什么宋版书啊，这本书。现代文明有一个特点，其实就是普通人都有权利。古代和现代，我看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，普通人开始，对对对，可以知道了，对吧？不是只有上个阶层。那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印刷术和复制术，包括纸。就是我就说现代文明不可能到今天，是，但是你想想，这是中国非常伟大的贡献，这太伟大了，怎么说都不过分的一种。对对对，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，特别是纸张，一定是有温度，而且它是有生命力的。就你在跟它接触的时候，它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种物件，你不能跟它之间建立起一种很好的沟通和桥梁，你是不能够理解它的。它绝对是有温度，而且可以给你反馈的，这是我觉得我在修复当中最深切的体验。就每个人他做的纸，就是朱老师做的纸是朱老师做的纸，换个师傅做的纸是换个师傅做的，他的情绪、他的技法、他的原材料带他自己的特色。那我相信这种纸对他们来说，它也是带有温度、带有生命力的。每个人带有他自身的一个基因在里面，这种技术上的东西是非常难以复原的。那到底什么是诚心堂纸呢？因为我们看的少，所以呢就是了解也不是特别多。他诚心堂纸呢，当时是李后主在就是他们那个专门造纸的一个皇家纸坊，然后去做出来以后呢，他非常喜欢放在他的一个诚心堂里面。国灭70年以后，当时的一个官员叫刘闯到那个就南唐后宫遗址里面，诚心堂纸就被丢弃在屋角废墟里面。那么他到那个遗址里面呢，翻找出了百余张诚心堂纸，翻找出来以后，他一个人就是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一个人那个，就送给了欧阳修，然后又欧阳修呢又转赠给了梅尧臣，然后他们拿到这么好的纸就特别激动嘛，分别在上面题诗，就去描述他，去赞美他，去歌颂他。然后因为他们这些文人对这个纸张的加持以后，他就更加有名了，然后是似乎给他镀上了一种很神秘的色彩。您像我，因为有的朋友他是画这个当代水墨哈，他们现在就找人就试验各种纸嘛，他们就在研究，说所谓的这个宋朝的用的这个画画的这个纸啊，有一种纸，他说实际上关键在于在纸上，
还要压一层、啊、对对对涂料之类的。打蜡，您知道高岭土？高岭土，对、哦、对，是高岭土填料，这种就是加工纸了，不是树脂。在唐代的时候，生纸是祭祀这种用途，他们不会在生纸上写字画画，一定是在手纸上加工的。这个手纸跟朱老师刚才说的熟料纸不是一回事情，熟料是要经过蒸煮的，对，生纸是就直接抄起来拿出来就生纸，您知道，嗯 嗯。然后我们说现在手纸就是繁加繁，对，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只要对它有额外的加工就是手纸了。哎，但是那种生宣的话、嗯，放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它会变繁化了，对，它会变成熟宣，它繁化了，跟空气当中氧化交叉以后，它会繁化，最后还是所谓的扣在这个繁上面，不吸水。他们说压上一层高岭土，那是一种什么土层、啊？就把里面的空隙，您这样想，把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，把纸张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，因为它的墨汁一定是顺着纸张纤维的结构去刷了一下走开的。宣纸为什么好？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沙田稻草这种短小纤维去填补它，因为你把那个所有的纤维都想象成一种交织物，它里面一定有空隙的。对，那这些空隙怎么办？就是用这种细小的纤维去填补它、那么高岭土用更细小的纤维去填补再小的纤维，把它变得更绵密更紧实。这种技术从什么时候有的？蛮早就有了，比方说敦煌经卷，它是用黄檗染了以后再牙光打蜡，牙光做反复做，就这样子。其实你像最早的画，其实最早的画还没有纸的时候，他就画也是画在墙上的嘛，对啊，对对，壁画，对壁画，是吧？对对。我后来想，等于他做出一张纸来，他压上一层土，是吧？那个感觉也有点像把纸做成了壁。对对，其实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就是他在试纸的过程当中，他不停的在里面，就我们说很神奇，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加这么多东西进去，然后达到一种想要的效果？对，人就不停的在尝试。不停地在尝试，有些是可能造纸人本身的尝试，还有一些是文人或者画家在自己书写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想象，然后不停地去尝试。他们有些文人画家自己会做纸的、自己会做纸。哎呀，他们现在我那些朋友就是他们。你像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到湖南隆回去仿纸，然后专门去他那个有个年画作坊去看了一下，他们上面就专门涂一层灰，就是石头磨成的灰。那这个石头就是他们那个河边，他们当地河边特有的那种石头，打磨成灰刷上去。但我问他这是什么石头，他说也不知道，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，对，就地取材。所以他很多纸都是有它的多样性。就我在山西纺纸的时候，他有很多厂房非常现代化，他做麻纸。然后那个老总非常自豪地跟我说：“汪老师，你看我们抄纸师傅是安徽请的，被纸的师傅四川请的，那原材料外地买的，那你这个纸还是山西麻纸吗？”我希望看到是原生态，山西的麻纸非常有意思，它原生态的麻纸非常有意思。你看朱老师这里的水槽，它是在地面上的，山西的那个水槽它是在地下的，就在其他地方我可以站着拍照，在那边我是趴着拍的。它是水槽在地下的，然后旁边两个窝，每个人站在这个窝里，他两个人抄纸打料抄纸，在两个人在水槽里面，很好玩。哎，他们能存在是这东西总是能赚钱他才能存在。蛮少，他完全凭情怀了。他甚至那时候2000块钱的帘子都买不起，后来是我一个民俗博物馆的朋友，他们就是为了支持他嘛，就是给他买了张帘子。然后就他们这些人非常淳朴，当时我这个寻纸的书出来以后嘛，就是说但凡加上手工实物纸的书都是非常昂贵的，就朱老师说的手工纸文库，对，一本实物纸要书就5000以上，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能消费起，甚至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，我买一下我也得想想看，对吧？对，就我这本书出来以后，我当时跟人美商量的事情就是说，我放实物纸一样，但我希望你们价格尽量低一点，然后我会尽一切力量把这些纸用最低的价格去跟他们采购过来。结果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？22种纸样，19家纸坊全部送给我。他说：“汪老师，你只要你出书，你说，只要你第一版的书，所有纸样我们都免费提供，按照你的要求。甚至山西那个老先生，他就真的很好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汪老师，你要出书是为了帮我们宣传推广，你要的纸我专门给你做。他你不要急，我专门给你做，做完了我给你寄过来。好感动哦！啊，真的是说多了我就觉得都想哭那种感觉。你刚讲我的眼睛红了，对对对，我想说这得有多么的、那个。他们很淳朴，很善良，就我们必须要有一种。”同理心，就是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去拣选他，去评价他，而是要感恩他们。
没有他们坐姿，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纸可以让我们来用，因为他们的坚持才让我们有机会用他们的纸去修书，才有让我们更多的选择。但是他们却非常感激我们，他们老是觉得我在帮他们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他们给我们好纸，就是情怀啊。对，就是情怀。这个东西解决不了市场问题，解决不了，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。当时您知道那个山西的老先生，就是虽然是个笑话，但我觉得是蛮伤感的笑话。那次房子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，就是被扔在半路上那次。我坐的是那种蹦蹦车，就是三个轮子的。我那时候开跟学生开玩笑，我说那次我知道为什么叫蹦蹦车了，因为它没有避震，然后那边修路路况很差，它一蹦一震我就在里面蹦，我所以叫蹦蹦车。蹦蹦车，对，蹦蹦车。然后去了以后，他就一直在我后面看，他叫我姑娘，他姑娘就你一个人吗？他人家起码一车四个人来总要，怎么你一个人？他你太辛苦了，然后就把我带进去。然后我之前去的时候呢，看过一些资料，然后他那边还是蓄力碾麻，骡子碾麻，然后他那个骡子呢，在有一个视频上面就是特别油光，毛色油光锃亮，特别健康的一口很漂亮的骡子。嗯，结果到那边看了以后，我就到处在找骡子。他说：“姑娘，你在看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在找那头骡子，它太贵了，养不起，卖了。”对，那我说：“你现在碾麻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租骡子。”他租一天骡子200块钱，他我租两天，就是碾一遍麻，就是一天200块钱。那么碾两天的麻，他就必须要碾两天的麻，就刚好400块钱。我说：“那你刚好啊，400块钱就可以碾两天的麻啊。”我说：“还挺好的。”他哪里够啊？他说要600块钱，我说为什么要600块钱？他说骡子是从县城租的，骡子从县城走到村子里，走到村子里要半天时间，碾完麻再走回县城要半天时间，那就是又是200块钱。那我说那你就租3天，他不行，他说要600块钱，我养不起，就是他600块钱不够，所以他只能碾一遍麻，所以他的纸张质量会有影响，这就是他们的困境，对，这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困境。虽然说起来觉得大家觉得很好笑，像一个笑话一样，但是你体会一下这笑话背后其实很心酸的，对，就是心酸，心疼他们，真的心疼他们那种感觉。什么东西心酸？什么心酸？心酸就是开一下窗，有个苍蝇，我们就把那苍蝇放出去。苍蝇也很心酸，它住苍蝇不想，对，苍蝇不想待在这儿，不想出去。赶宝贝儿出去。那个老师傅他们那边还有那种，他那个潮水潮，他叫海，他打潮就刚才您试的那个打浆料，他叫打海，然后他抄纸之前打1000下海，那我问他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打1000下海？这个数字太大了。他们有打海歌，他们要唱歌，就跟山歌边唱边打。不，他不是这样抄，他就这样打海，就刚才文涛老师做的那个动作，他们叫打海，其实我们叫打潮嘛，打潮就把浆料打散。他会唱打海歌，那个打海歌就是跟山歌对唱一样的，我唱一句你对一句，我唱一句。你应该介绍给我们，我们去拍。哎，你手二哥，手三四，手五龙，手七儿，手八个一十的手。你觉得种种这些手工纸啊，它们的区别，因为原料是不是只有这么几种啊？是竹料、竹料、木料就是近现代的机器纸或者现代的纸张，我们就先不谈它。木浆我们不谈它。我们就谈那个就是麻料、皮料，然后那个藤，现在他们在善就是那个绍兴那边在恢复他那种纸张啊，但我觉得他还可以再继续努力努力啊，然后再是竹料是最多的，然后就是剩下安徽的混料纸，两种以上的原材料加在一起，我们认为它是混料纸。宣纸呢是？宣纸是混料纸，青檀皮和沙田稻草。檀皮纸吗？对，喜欢加檀皮的纸。加檀皮的纸。好比说现代人类生活。他选择了一种纸最大量的纸，比如说复印纸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复印纸？是因为，它的原料最便宜，还是因为它综合来看，它是能够最白或者最韧或者什么？就纸有标准吗？我们说什么纸好？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很难回答。他们一直在准备制定手工纸的生产标准，但因为它手工纸有它多样化，你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界定它。就好比说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书画，选择了宣纸呢？那么就也就是说，宣纸是不是经过了所有的比较？可能它就是最适合写字画画的。对，可能因为我刚才说了，我不太写字画画，所以我看纸的话，我比方说我对宣纸就没有特别的感情，因为我们修书很少用到
就是特别是那种厚的净皮特皮那种啊，就是很少用到这种纸张。还是为了效果，对，为了创作效果选择不同的纸，就是按什么用途来决定它的标准。对，按什么用途来决定。刚才文涛老师您不提到那个宣纸吗？嗯，到了明清之后，大家这种比如说纸张的尺寸开始变大了，有大尺寸的纸张，然后开始用羊毫笔，笔也变大了，对对对，需要创作那种书体也是比较大的苍茫的风格的那种金石器东西，它需要呈现这个效果，它只有那种厚的甚至是生宣这种宣纸才能晕染出那样的效果。对，如果特别薄的纸，那么我写写小字是可以的，那么当你大纸大字去写大笔大字的时候，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，说白了容易破。对，它需要能够 hold 住和拖住你那么多的墨和那么大的比例，所以才会越来越厚，或者是说越来越生也好啊，熟也好啊，各种它为了那个效果。你像宋以前对吧，他在绢上面啊、或者咱们说的他们就说画那种特别工笔的画啊，就是得有这个涂料啊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有这涂料它才能不那么阴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但是后来你比如说到了明代，他有的这徐渭这个大写意，他大写意就需要这个生宣才能体现他这种大写意的效果。像他们画画什么的，其实也是近现代这些名家他们那种大尺幅的那种大写意的画，水墨啊，包括山水啊，它需要那种晕染的效果，那么也只有生宣它能够体现这种效果，但是还不能太生。对对对，好的生宣或者是放一放所谓刚我们提到的火气没有了的呢，呈现出来那个效果，它会比如说它的层次感啊，它的整体带给你的那个气息啊，会有一点古意，还有那种咱们刚烘出来那种纸做，可能画完之后各方面它那个墨色和颜色，它就是让你觉得很浮躁。对对对，这个词儿很躁，很躁、啊、躁动。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纸它有它的标准是什么，其实如果真是喜欢啊，就是纸的质感本身就是很可亲的，当你特别注意去看纸的时候，你真是觉得它有一种有感情的这种亲和美。对对，薄有薄的美，厚有厚的美，然后你像竹纸的颜色泛黄的或者特别白的颜色，甚至你就说咱们那个皱皱的是吧，摸上去这手感好舒服。对，像我们小时候说什么马粪纸，对，我都不知道马粪纸是什么，就是那种纸，就是那种纸板里面那种黄黄的那种纸张，就特糙的一种。对，特糙的。对，但是现在呢，你要说这小文青给你写封信，他就觉得写在那边特别复古，马粪纸上写的一个装个信封里，你又觉得这个好美。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见的少，对，就想用一些跟现在我们见不到的东西，就不同的没见过手工的东西、嗯、他们觉得哎呀好好玩好有意思、嗯、好可爱。所以就比如说，所以我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不讲用途的话，纸有没有审美标准？我觉得没有。我也觉得没有。就看你的需求。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使用，是吧？就脱离用途，说标准都是耍流氓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我更多的是，我觉得是一种情怀，就每个故事都不一样，每个纸的故事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关注他们一种生存状态，而不是单纯关注纸本身。嗯，因为只有他们，对对对。其实你想，就是我就说我们去香格里拉看东巴纸。那边一个东巴的小伙子，就那个东怎么说呢，他们东巴是一个祭司的意思，只有在东巴这个地方用东巴纸让东巴在上面写东巴的文字，文章、哦、对，才是被能称为真正的东巴文。哦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之前有一本书叫《输入修行》，他就给我写了《输入修行》四个东巴文字，然后反正我们谁也看不懂，他说这就叫输入修行、嗯、对对。然后他很好玩，80后的小伙子，两米多，因为我个子就很高嘛，到那边我看着我这样看他两米多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他能够照纸，而且能够照好纸？我之前不明白，到那边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道理。水，对，水源太厉害了。因为他们说就是像富阳这边也是因为水，它的水还要神奇，它的水是乳白色的。为什么是牛奶啊？不，碳酸钙、碳酸石灰水，对，就石灰水。因为它那边的山，那个它有个山叫白水台，它那个山就是白颜色的，它就分解出来的水就是乳白色的。然后它那边的水照纸特别好，它去酸，对，去酸，然后它自然就带有弱碱性啊，这个纸张弱碱性，所有东西都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对，天时地利人和。然后它山上又刚好有这种植物，它刚好砍下来。然后你知道当时为了欢迎我们，他去把他们村里面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、羊皮袄跑出来给我们跳舞，晚上没有篝火，
但是有月光，然后他们年纪大的就把自己的纺车搬出来在下面唱歌，那个声音特别清亮，就很感动很感动。就我待会手机有个视频，就是你就当时跟他们去感觉到，你就一种最原生态最奔放的一些状态，然后它照出来的纸就是非常原生态，非常就是很多东西它学不来或者偷不走啊，就像是安徽泾县做宣纸，贵州的茅台酒，它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水，甚至或者说没有那个天气，或者说没有一些原材料，它就是你配方一样没用，它一定要在本土上才是有它生命力的。那我顺便就给大家讲一下新疆的故事啊，可好玩了。新疆墨玉县的桑皮纸是非常有名的，然后我2017年暑假我下定决心我要到新疆去，当时说到最热闹的时候，基本上有8个人的一个小团队要去，到结果临要去的时候，我一直等他们，我机票没买，一直等他们，然后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。对，我当时想瞒着我家里人，自己一个人偷偷去的，然后，后来我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说还有人要跟我一起去新疆吗？结果我一个小学同学找到我，他说他可不可以去？我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都好开心啊。到现在为止，我父亲依然认为我到新疆是5、6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去的。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我爸经常让我拍大家的合影。新疆地大物博，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给你合影去？最后我们在那个，库车这个地方准备坐火车之前，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到一个就是唐玄奘身坐讲经的一个地方，一个遗址去考察的时候，碰到两个宁波的女孩子。加一个日本人，加一个德国人，当领演。然后他们说大家聊天聊得很好，然后他们那个日本人就德国人就提出来我们合影，然后我好开心，合了一张影以后凑足了人交给我父亲。我父亲说怎么还有老外啊，这是一般女儿跟男朋友偷偷旅游的时候的手段啊，是吗？给家里交代的手段。对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先生完全 get 不到这些点，完全 get 不到这些点。您是哪人呢？出生就在杭州，长大也在杭州。其实我在我20多岁将近30岁之前是很少跑出去的，那就是从小上学都在家边上。对对，全部在家边上。 对，我跟你说，都说江南女子啊柔美啊，我没有，可是我见的几个江南女子我觉得怎么都是挺阳刚的，